showcase one of my favourite ingredients. Do a sweet lemon tart that everybody can enjoy. 咁同埋我哋通常會揀啲大條啲嘅魚嘅，就唔會有鱗皮嘅。跟着星星吃美食，米其林红色指南十年前进军亚洲，东京、港澳、上海、新加坡陆续发行专属评鉴，明年台北版亮相。只是这代价不小，因出版台北米其林指南，赞助费一年100万美金，一次签3年，相当9000万台币。被封为国母台湾观光协会会长叶菊兰积极号召餐饮业者出资，但赞助经费不足，叶菊兰找蔡政府高层讨论，最后敲定观光局买单。这件事情是官方，他是民间，我不清楚。对，但是原则上。是官方 的比较正式吧。穿针引线的是不是叶菊兰？观光局长没承认也没否认。叶菊兰一上台，颁9000万重金搞定小红书，刺激观光产业。接受我们的邀请以后，他可能也有很多像不同的单位请求协助嘛。他办这个活动也是需要一些经费来支援嘛。所以我也不清楚有哪些单位赞助，所以必须要他在记者会的时候，他会跟大家做报告吧。砸钱当金主，官方态度低调。传出米其林秘密客今年7月已经开始探访台湾知名餐厅，包括何不雄法式餐厅、文华东方、雅阁、泰瑞、Top Fire、星野、青叶等。Top Fire 的老板还在脸书兴奋 po 文，外国客人结账后才递出米其林名片，让他吓傻了。米其林招牌大，吸引追星族，只是花9000万打造台北版小红书，费用贵桑桑。记者陈旭、邵玉敏台北报道。